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Peace 的第一视角。最近真的是有点忙，已经是好几天没玩 DOTA 了， SF 更是大半个月没用过了。这边先介绍一下双方的使用者吧。我们这边有东子，东子在我的前几部视频中也是给大家稍微提到过一点，然后还有我的老搭档 Steven Fox。他和我是初中同学，然后我们两个是经常在线下开一个二连黑，我的好几部视频里面都有他。其实呢他打得还不错，不过我做视频的局他都萎靡了。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水人，就是我风行视频里就是我风行者那部视频里面的水人，就是他。怎么说呢，每个DOTA选手都累的时候吧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。他确实是一个打得挺不错的选手，有时候我也会经常比如打得很久很累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各种犯二。我现在做视频嘛，那我肯定不能做自己打得很二的局嘛，然后我觉得我打得还不错的局他都是打得有点二，所以觉得还是有点挺对不住 Fox 的吧。现在每次和他线下操作的时候，我都会没事调侃一下他，叫他什么水神啊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也挺有意思的。对面几名玩家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。乐奇玩的是那个小恩玩的是乐奇，不是乐奇玩的小恩。牛头是离城杀王，他没用自己的号。甄嬛之前我也是和他玩，也是和他玩了一把，他玩的蝙蝠，我玩的冰魂，然后我们两个 solo， 越想越气。是什么情况呢，就是我们这边阵容又有利齿又有牛头，两个先后手团战，那谁也不拉只拉我，然后我就是被激活秒掉了，不过最终他们是团灭了，哎，仇恨啊。狼人我也是比较熟悉了，是他以前 ID 叫做河道剑。我打职业，我刚打职业的那一会儿，他在 CDC 玩。那时候我玩 CDC 也比较多，跟他打的也比较多，也是一个比较全面型的选手。这边我是想了半天，不知道选什么英雄，我问队友选什么，他们说影魔，然后我就选了。然后由于是已经刷屏很久了，我不想浪费这个经验，我就直接买了一本 TP 就出来了。然后我就是指挥 Fox， 我说过来帮我中路压制一下，让我补几个道具再走，不然影魔中路对战毒狗的话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。你等你一下，好，这一道补兵还不错，现在是4-6。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塔下补刀的一些小心得吧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塔下补兵的时候，我都会看一下，就是点一下那个小兵，看一下小兵的血量。小兵就近战小兵，开始初始的血量是560，塔的攻击是100-120吧，好像是，我不太记得了。反正就是塔每砸一下小兵会砸掉小兵100点的血，然后这时候你就要计算自己的攻击力了。打个比方，比如你的攻击力是50，小兵他天生是有2点护甲的，会减10%的物理伤害，那么你攻击一下就是能 A 掉小兵45点血。这时候比如一个满血小兵560的血，那么塔砸5下的话，你需要 A 2下才能最后把这个小兵给 A 死，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先 A 一下小兵，等塔砸完5下之后再补最后那一下。具体怎么去把握这个血量，大家可以多去算算，慢慢的就可以提高自己塔下补刀的能力了吧。说的可能不太够清楚吧，表达能力有限，大家自己去琢磨吧。这把我是开着音乐打的，确实，最近是因为那个做视频是好久没开音乐打DOTA了。
我打 DOTA 的时候比较喜欢看那种比较激情一点的音乐，好让自己更加早的进入状态。前面其实有机会带走毒狗的，但是我失误了。我那一下没 A 出来，如果那一下 A 出来的话，然后再往前跟一步，可能能再 A 一下，然后一个很极限的 C 爆可能能带走。几天没玩 DOTA 了，确实会有退步。不知道开着音乐，大家看的时候会不会感觉不爽，或者影响大家？前两部视频做的是在做视频的时候，我家门口那个别人的摩托车是老被人碰到的，发出那种滴滴滴的声音，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遇见。走到这边23-24-13的补刀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了。其实这把选影魔不太明智，为什么呢？对面是狼人、风行、月骑、毒狗加牛头，感觉谁都杀不死，然后谁都比较好欺负影魔。这边一个伤害加深，开了一个双倍。A 一下好疼啊 ！A 一下150左右，四下就可以把我 A 死了。伤害加深这个技能真是，目测它是主身的伤害加深，他技能放过了，所以给了他两炮，压制一下他的血量。用了一个450，一个弹药罐。要对着毒狗这样的英雄，歇鞋会比较明智一点。因为毒狗它单独击杀能力是非常强的，你有了鞋的话，不是那么好杀了。下路是虚空单风行，这个压力有点大。马上是刷6分钟神符了，喊队友去控一下上符，不要给小毒狗给控到。鼻脸的时候到了，好，一个隐身。虚空是6级，这个风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X 炮、Z 炮，放了大招。FB， 虚空拿了 FB， 这还不错。对呀，虚空要飞了，继续回到中路。中路的兵线不是很好，看是不是打波野，石头人算了。上路小恩的月骑是在被三个远程压制着，利齿、妮娜、塔特。这把没什么控制，帕克的一个大招，火女的一个不稳定踢。一个 C 炮收两个兵，这时候有点虚，站位不敢靠太前。现在毒狗是到6了，他如果给我一个大招，然后随便配合任何一个人，就可以把我击杀掉了。哪怕是一个D等级的牛头，还是猥琐一下，过来打波野。毒狗是上去了。狼人毒狗，他们是月骑是单上吗？月骑跟牛头上路，牛头保月骑不死，月骑混经验，然后感觉还是有个潜在的威胁。狼人是一个冲阵型非常猛的英雄，感觉我们这个阵容狼人冲起来5个都得跑，反正至少狼人开大冲过来我是得跑。狼人在打野，看看跟帕克有没有机会击杀掉这个狼人。看
看他这个走位应该是没有眼，偷偷的偷偷的，那有没有机会过一个飘过来给个沉默，来沉默呢，沉默跟的有点晚，不然应该是可以杀掉的。帕克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失误，牛头是躲了一个火女的踢，牛头没鞋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追一下火女一个地。刚才是看到牛头，我这里压出去应该是压不到，是也是直接取消了。刚才那个牛头是比较注意的，想要躲技能，是往上边走的，细节把握的不错。这边帕克有点着急，被小恩的越级反杀了一个大招，那小猪狗滴了火女，伤害加深。哇，越级一个 C 掉那么多血，这我应该是挂掉了。没想吃那个魔棒，我是觉得我肯定就要挂了，想把那个魔棒给省下来，因为我是中了一个伤害加深，伤害加深，然后读过一个大招，再加上三层的那个技能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就是读狗的那个标嘛，三层肯定是挂掉了，省一下魔棒吧。这边挂了一次上浮领针，好，直接 TP 到中路 C4 清兵，直接引压清了，上面先把符拿了，买张 TP， 我还是不太习惯身上没有 TP 的。两压清兵，我们吃隐身去上路，等一下先等一下 TP， 精华也是吃掉了，远骑开了隐身往上走。小恩这走位有点嚣张了，有个牛头在蹲，牛的这个 F 给的慢了一点。来雷炮 A 一下 X 炮，再接个 C 炮，来，哦，他这个站位是躲了我的 C 炮，他给大招火女一个 TD 二连，这肯定是带走了。如果他们死了一个小猪狗，死了一个牛头，死了一个月骑，局面就非常顺了。但是我还是比较惧怕狼人的。狼人这个逆转局势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，比如我们在一起打团战，他一个人有祭品，然后推塔，一个人单推塔非常的快。这个通了，我就直接给他大招，这边做一个打个小广告，就是我的超高小店最近是那个影魔的 U 盘嘛，是会有一个促销活动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虚空我们是一直没有管，没怎么照顾虚空，虚空压力单风险应该还是挺大的。这边的话我比较肥，然后狼人比较肥，虚空比月级肥，差不多。推动塔，哎，牛头，哦，牛头应该是没有鞋的，你这太嚣张了。一个空炮，我是想着很果断的一个 X 一个 C 把它带走，结果 X 是没 X 到，那直接把它 A 死吧。
狼人。有盾你也不能那么嚣张，原地摇个大，伤害非常高。你有盾也不能这么嚣张吧，死了之后他那个大招的效果刚好是过了。狼人们的大招就是废物，可以随便被玩死的。这边我的金钱是达到了1800多，这时候我出什么装备呢？哦，我想大家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底了吧。其实呢，每盘路人开局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都会构思出一幅图，图的内容就是出的6件装备分别是什么，大概就是看一下对面的阵容，考虑一下我出什么装备用处最大吧。当然有时候也会打的局面很顺的时候就出一些非主流的装备，我打路人还是比较随意的。拿这般说吧，我们分别做一个比较吧。 SF 比较传统的就是出 BKB 嘛。你看如果我们单独遇到每个英雄会怎么样，比方说这把我出 BKB 狼人开大，我开 BKB 逃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肯定是毫无悬念被咬死。毒蛾的大是无视磨免，遇到风琴的话我开 BKB 他开风步就可以跑放我风筝，我不开 BKB 的话他就找角度对我放伺服机，中了可能会对我的生命造成威胁，不中他也可以全身而退。SF 出 BKB 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毫无顾虑的全力输出，但这把我们又没什么给力的控制。这边是狼人想推塔，我是出了跳刀我是不怕他的，看看能不能反补掉。没反补掉，你还敢咬我，你太天真了吧，给你个大招，好现在知道跑了，已经晚了，还想躲 C 炮，直接一巴掌把你 A 死了。继续回到上面那个话题，刚才是说到哪里了？就是说我这把为什么要出跳刀吗？出跳刀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反应够快的话，狼人在逼近我的时候我就可以选择跳走，而且出了跳刀可以进一步提高击杀能力，逃跑能力等等，反正出什么装备都是靠自己去拿捏嘛，发挥出这件装备的作用就可以了。而且出跳刀的话带线会比较安全，前提就是你反应够快。我是对自己的操作反应这方面都比较有自信，然后是选择出到了跳刀这样一个装备。而且打路人我是比较爱出跳刀的，出跳刀很飘逸嘛。小狼来 A 我，操作很精细，躲得隐藏。不过结果还是一样，中路 TP 过去看看有没有机会。这火女是要挂了， TP 的有点早了，没打起来，虚空也没有大。这个位置我有点怂，我怕牛头一个 F 把我给封住，那他们就可以在那个高地上面对我进行攻击了。你看牛头把我封住了之后，月骑是在下面，是形成了我和月骑单挑的局势，然后小毒狗可以在上面给毒标给伤害加深等等技能，帕克是可以飘过来，不过小毒狗也是有进步的，就是那个地刚才是有点怂。这边风琴是绕后没肯，我们五个人是人齐了，虚空率先跳过去，没给大，可能是没蓝吧。这边不想给毒狗进步的，下路隐身符，不符，
去抢了，去抢了，赶紧去抢了。狼人，哦，牛头狮看到我想去抢符，一个 F 把我封住，跳过去，我觉得我速度比他快。好，果然这个符肯定是我的。不过牛头刚才如果给我一个大招的话，可能都不一样。也是一个，他也应该是也挺纠结的。这边对面都知道我用了影分符，中路肯定会比较猥琐了。那下路狼人是在推这个塔，直接叫队友过去干狼人。三压 A 一下跳过去再 A 一下，帕克给了一个大招，这个大招给的有点多余了，我是有跳到的。不过狼人变大确实不太好杀，帕克也是没想那么多，直接把大招给了。下路我们把狼人杀了之后，中路是直接干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打的也是比较聪明，知道我们下路人刚才是去了三个，中路就两个，就直接开打了。我们兵线过来了，过去收钱。远骑，小恩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。刚才如果他反应慢一点的话，我会直接一个 X 炮，一个 C 炮跳过去，一个 Z 炮把他带走。但是他反应比较快，我是刚才那个位置只能打出一个 C 炮，一个 C 炮跳过去 Z 炮的话，自身还是有一点危险的。他万一开个大招，是可能能将我反杀。月骑这时候应该会再打野，我先把兵线带过去，看看他会不会过来收。帕克给我加个蓝，月骑在，跳过去一个 X， 位置不太好 ，A 一下一个 X 炮。杀人如麻了，不知不觉了，打钱打得莫名其妙，然后拿了几个人头，还是不错。两牙清兵，又TP回去。这时候我在十级的时候就点了一级魔王降临，后来是一直加了几级的黄点，这主要是我没有什么撑力量的装备，觉得自己有一点脆，然后就是加几点黄点。魔王降临它本来就是一级的时候是 CP 价值最高的，再减两点护甲，后来是每加一级多减一点护甲，现在差不多黄点也加入了，可以把那个光环给点起来了。下路帕克，哎，这个波放的有点憨厚了。那个毒狗很明显就是在后面等你，你还要往那边波，这真是太憨厚了。这边我引刀刚出来，要发挥点作用，摇大。再走了，几天没打操作确实是不行了。刚才那个平 A 动作又是给我取消掉的，我是想把他那个施法后摇给取消掉，就是输出最大化嘛。整个时间没有把握好，因为他们是又打入山了。你只说有大是可以打得过的。把瓶子丢到，准备抢，哎，风行，走下位，不要让他捆两个。他们是跑掉了，开一个引刀上去看一下，狼人会不会再打野？感觉狼人会再打远古野，果然，
就所以我为什么会猜到他在打怨物面呢？因为我也是这么打单的。如果在打肉山的时候别人过来的话，哎，这边是怎么给那个大哥？是，如果我是狼人，我也在打肉山的时候别人来抓了，然后我跑掉了，我也会在附近打一波怨物的。如果下路没有太好的线的话，刚才猜到他在那个打怨物也是进行了一个换位思考。狼人前面打远古的时候就是比较抱有那种侥幸的心理，想其实他知道在那边打远古会是有一定危险的，但是还是抱着那种侥幸的心理，想着别人不会来啊。有时候我也会这样，有了大招之后先往后撤一撤看看情况。影魔是那种不可以顶在前面的英雄，所以看清楚情况再打。哦，虚空给了个大招，一个 Maker 把血基本上全加回来了，没 Park 小猪哥是给了我一个大招，这时候引刀就发挥作用了，开个引刀逃跑。刚才如果我是 BKB 的话，我就直接跪了。出引刀主要还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了跳刀，我就要将灵活进行到底。我有引刀和跳刀之后，你们不可能把我给抓掉，我有这样的信心。至于输出环境的话，那就靠自己去找了。直接推我们的高地，祭品加梅肯，反正直接是开大招。这边牛头是有跳刀的，躲一下，找个安全的位置跳过去 A 一下。这边这波还好，那个高地塔虽然掉了，但是电影没掉。哦，这边狼人应该是去打肉山了。好，平子扔了。这个举动，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想干嘛了。去的晚了一点，哦，完了，小猪狗，撒了粉，这个魔棒开个引刀，看看能不能走掉，减速效果差不多没了，还是挂了。刚才直接 TP 的话，还是会死。买活，这不买这路肯定是要掉了。买的话还能守一下，毕竟对面状态不是太好。牛头跳过来一个 F， 上路虚空是带到了对面纳瑞塔，不急，就在这拖着。对面的人可能回去了吧，哦，牛头还在，牛头这个走位，哦，狼人是在我们近卫打野，这个大哥把力士给收掉，力士不太小心，
因此跳树林运挂了两个，先把夏目天地收了。看看中路这个兵线，我应该还可以再带一波。回了回了回了，看一下队友的复活时间。里面是没有粉的，不过是这个大招是放的不错。然后用 DKB 跳过来把他 A 死，引刀逃跑逃跑，看看牛头，牛头这个血量，又错了一步。原地摇个大 A 一下，看一下牛头，牛头那个位置，这时候在野，我假装看不到，他好像要跳过来了，我直接跳走，开了个引刀 A 一下，狼人跟我搏命了，我靠，打不过，有病甲也打不过，狼人太猛了。前面是一直比较忙，忘记去买那个装备了。狼人可能会去打野，提醒一下队友。这时候考虑一下下面一件装备出什么呢？出虚灵刀吧。出分身斧的话，也还可以。出蝴蝶那种比较硬输出的装备的话，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吧，可能会没有虚灵刀来的效果好。虚灵刀一是比蝴蝶便宜，二是我出了那个虚灵刀之后就会更加的灵活。多一个技能嘛，而且也是增加输出的。出蝴蝶的话，我觉得出蝴蝶我跟狼人对 A 还是 A 不过的。风行的话又是有风度，下路估计收钱，把虚灵刀出来，不留钱买活了，就留钱买活没意义了。上路活女。五二塔应该是要屌了，不管了，差一点点。看一下上路这边的情况能不能来得及。这边给大家说一下，到后期中后期你们家收兵线的那个小技巧，就是小兵的血量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。我也不知道是具体时间是多少，我只知道到后面的话，经常玩影魔的人可能会发现两压根本清不掉兵，那是因为小兵的血量已经达到了600，然后一个影压是可以掉300的血。然后为什么两压会清不掉兵呢？是因为你两压放的不够快，你跟 Z 跑完之后，小兵掉了300点血，然后小兵会回血。小兵虽然回血的那个速度很慢，但是他回了一点血的话，你再放引压的话是清不掉的。所以你
二连压要放得够快，还是可以清掉六百连血的小兵了。多多粉撒，原地撒了一个粉，是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会顶过去放大招。现在狼人推下，其他四个人在推上。哦，没兵线，他是出去带线了，打的也是非常的聪明。这边老师跳走了，我看毒狗那么凶的冲上来，感觉是一个诱饵。姚大一个虚灵刀，灭骑士直接开了 BKB， 先往后撤一下，看看狼人。牛头一个走大，先把牛头给 A 死，好一个漂亮的大招。狼人能不能带走？还差一下，漂亮。这边看一下情况，好，小恩就是你了，虚灵刀一个 Z 炮风行，小毒狗先跳走，看一下位置，看一下 Ace， 引刀过去看看还能不能继续追。哎，这边是啊，是卡了一下。哎，这个里面跳过来，这个位置跳得不太好。好在这波是守住了。虚空狂战斧，疯狂面具，这把其实让 Park 上单，然后哦让逆子，哎，路确实不好分，就可以打一个212的火女跟 Park 上，逆子下去保那个虚空。这样的话虚空发育就会好一点了，然后田七可以帮我中路挂一下机，保证我攻击力上来，然后就可以不用管我。小龙切很多过去收掉，这时候我不可能选择让线给虚空了，我觉得现在胜负的关键是在于我。虚空的大招也是挺关键的一个因素，他大招他放一个好大招会给我很大的输出空间。这边狼人是下来了，算了，还是走吧。这边女装，中路把先带一下，等你，狼人是要去打肉山了。狼人是看上路四个人集结，想要推塔。小鸟运过来暗面，直接跑过去偷肉山。然后这时候我就要演了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要演呢？因为他这时候他打肉山的时候，肯定是对着中路或者上路看的。这时候我要让他不知道。至于原因为什么，是因为我要抢盾。算一下时间，差不多了。M 柱 boss 还有一下，好，盾和奶酪都捡掉了，看来我的演技还可以。
来了，和队翻盘游戏了。这时候来啊，你过来我就直接虚灵你放赢压，你 A 我就赢刀，各种玩你。设想如果现在我是出那个 BKB 加蝴蝶的话，他开个大招我跟他对 A， 我觉得我是 A 不过他的。出这样的装备的话就是比较灵活，反正出什么装备都行，具体效果还是要看怎么去发挥，怎么去用。也引过来看看这牛头的位置，也把牛头给秒掉，跳过来 A 一下，好的，水灵刀风行。这时候不管风行了，狼人在推下路了，开个引刀过去，狼人这个血量一个大招可以秒掉，狼人直接开了 BKB， 刚才应该是看到我下来了，知道我要摇大，开了冰晶还想跑，你别天真了，咬我，你咬我就引刀，我一直跟着你，我等你大招消失 ，A 一下，一个虚灵刀，一个大招，他躲这个位置，灭齐，直接奶酪吃掉，过来帮火女承担一下伤害。刚才大家看到狼人是躲那个小树林里面。我是没有直接走进去，我是走了一下位，走到他 A 不到我的 A 不到我的地方，然后探一下视野，然后 A 他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直接走进去的话，狼人可以把我奶酪给拼掉，他刚才那个走位就是想骗我进去，这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了。这时候我的钱达到了5400，哎，差一点钱就升剑了。这时候我觉得只能出圣剑来扭转这个局势，然后我身上是有盾的，所以我不惧怕圣剑的隐藏属性。出了圣剑会是有一种隐藏属性的，那个隐藏属性就是会让人变得胆小，怕死。然后我这边是有盾。然后那个效果就是会被抵消掉。哎，没野，这边我是感觉到可以翻盘了，打的也是有点兴奋了。大家能不能从我的走位、我的脚步中看出来，我是有一个兴奋的状态。刷过野，就快升剑了。月琪买了一个宝石，这时候对面两个人都在下路，要寻找一个机会了，去抄一下他们的后路，从野区进去看看能不能抓到，抓到的话又能拖一下那个他们进攻的时间了。这时候我们是被破了一路，然后另外两路的高地塔都是被破掉的，所以喊虚空一击，我一个人的话是不具备击杀他的能力的，小毒狗逃跑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。还在拖下鸟，好，钱是够了，赶紧回去。哦，这波回的慢了，直接一路被破掉了。我跟虚空输出不是在同一个人，那他在 A 狼人，我也配合着 A 狼人跳过去，虚灵道瞬间送过来了，
一压两压带走，往身一掉，牛头一跳大，所以剑士居然没捆住，三下 S， 走走走，一二三四，四下风行，我顿时被打掉了。哎，上路狼人，好，中兵线是进去了，他直接把我们的上路给拆掉了，说上路肯定是要被破了，要面对这个现实。唉，感觉这波是我的问题。其实我很早就有出圣剑的念头了，因为现在输出根本跟不上，而圣剑又是一个可以扭转局势的装备。我算错了圣剑的价格，应该是2200，我的大脑一下短路了，算成6400了，所以多刷了一波。其实我也是知道的，就是现在没有高地塔，他们上来的话，我们肯定要跟他们在外面打，因为他们上来的话就可以直接把建筑给强拆掉。前面我脑袋里面幻想出的画面就是他们上高地，然后我全力输出，在拼掉一个盾的时候，鸟是刚好送到了圣殿，然后团灭掉了对方。一切想得太理想化了。如果没算错钱，提前就位的话，然后鸟刚好去野外商店买圣殿，我们提前回来守，还是有的一打的。一个失误已经是功亏一篑了，就这边我真的是感觉有点小小的内疚了。但守住的话，最后结局怎么样还是很难说的。现在超级兵了，这超级兵我觉得没机会，没机会翻盘了。我别说相信我能翻盘，但是我自己都不行。哎，虽然输了，不过这把杀的还是挺爽的，杀了20个。反正都是要输了，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要杀爽。一下站位，不要被捆住。这一天又是没捆住，觉得应该捆得住的，开个引刀，顶过去，反正都输了，我只要杀爽。好的，先把你带走。那这期也是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